原标题：二战时期战争中的女兵，苏军的女坦克指挥官笑靥如花，女狙击手英雄群体合影。1.19 岁的苏联女狙击手，聪明、漂亮、致命的罗萨莎娜娜，被证实杀死了59名敌人。1945-2，穿着德国军服的法国女孩三，德国战场上的白俄罗斯女狙击手。本张照片中的女兵共击杀敌军775人。1945-4，亚历山德拉萨姆森克，苏联第一卫队坦克，唯一的女坦克指挥官。1945-35，艺术战线的努力，女学生组织起来抄写二战宣传海报。华盛顿港口。1945-46，战场上沉着应战的妇女。美国1939-1945年，继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抗御营来源，外网返回搜谷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